相当知名的职棒啦啦队，像样女孩的小绿，欢迎！哎呦，怎么换着这么可爱的服装？那小绿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拉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号的小绿，请大家到那边投票给我，谢谢。九大阵的小绿，那小绿今天打扮成这样，是要带来什么样的才艺表演呢？我要带来舞蹈表演。舞蹈表演，那看你这样穿的，应该是可爱的舞风喽。算是可爱，算是可爱的舞风。然后可爱的小性感，好的，来，大家手机相机赶紧拿出来，你的像样女孩成员小绿，马上带来她可爱中又带有一点点 sexy 味道的舞蹈表演。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们，带来他们精彩的一个才艺表演，那也要请我们嘉宾们再次出场。